他的料是可以，他的料是可以。我们今天要来这边抽一番赏，海贼王一番赏，20周年。对，今天就来挑战，看我们可以抽到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来吧，可以抽。我们先抽五抽。那你来。好。好险啊！哎，摸一下。跳一下，晃一下，晃一晃，摇一摇，几张了？四、五、五张哈，5张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放在那边了。好，那你先，我先，你先来抽吧。第一张，好，第一张哦。第一张是什么？第一张是什么？第一场上播，哎、欸，屁啊！第一抽太扯了吧？第一抽就这个，哇，这好重啊！那换我再抽这个好。好，对啊，看一下，抽 F 是什么 ？F 是什么盘？盘子吗？盘子哦，烦呢、欸。来换我，轮到我的回合，抽牌。我看你喝水。居赏，居赏是这个杯子。我 F 比你好一点，好一点点而已。剩下最后两个，我来抽这个。好，就是这个。对，好，这个。我也好想要抽一个。居赏是什么？竟然是裸哎！我抽到裸哎，很大哎、欸！一人一只，超爽的哎！我觉得超大只，是不是那个啊？对啊，就是超大的哎！那我觉得我们去看一下那边的介绍。我还有一套，我还有一个，我想要是不用了，抽到公仔就算了。居是不是？居赏。居是什么？居是很烂。杯子。这个哎，没有，这个是油画。G，我看瞎眼了，对。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啊！看一下，看，你看，你刚抽到的是，我刚抽到这个第一赏嘛，第一赏，然后我是一赏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有了。他们五抽中两个大盒的，对，划算的。可是我也想要第一赏跟 A 赏，其实我比较想要 B 赏。我想要卤，你想要卤过哪个？最后赏的吗？是 A 赏。对啊，你想要A场还不错，都还不错，所以如果有兴趣，大家就可以来这边抽一下。对，太开心了。那我把带走了哦。这也太大了吧！好，我们带走，我们带回家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战略，五抽，五抽就这些，幸运级别嘛。对，我把它带回去。对，我觉得我妈在抽头盔。超爽的，一人一个，你不太适合这个。为什么？没关系，全部给你。你穿着肌肉猪的衣服穿暖牛。那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战利品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们，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下方按下订阅跟小铃铛。对，下次有新的影片立刻会通知你。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。那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